我的狼，你的永恒你，没了。凯隐打野，着什么急呢？全军出击！我将揭露真相。掩护好撤退路线。哎呦我操，人还有点多，我这得交闪了。我一看你先把红打了呀，给我杀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杀鱿鱼！漂亮！杀鱿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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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凯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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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漂亮！杀杀杀杀杀鱿鱼！鱿鱼！鱿鱼！你给我死！漂亮！堂堂无敌啦！还敢杀我的亚索，哎呦我天，给你个 W， 给你俩一个 W，你走了，我飞个鸟，你走了的话，你走了我没地方去。我这装备，我回家得出女神泪儿。只要你拒绝服从，你就仍然算是人类。这鱿鱼你非得就点我一下，哎呦这鱿鱼技能放挺准呢、啊、打吧妞，哎呦好痛，让我旁边没事，那鱿鱼没多少蓝了，看看对面凯隐在哪。这样就好多了。哎呀，我这 W 没打着人。跑位只是计划的一半。我们的意志强大。你点塔呀，怕啥呀？我这点塔点兵啊。我回家了。那鱿鱼没有蓝了。我再来个皮孩吧，方便我们走位。这种压迫是不会持久的。这女警点人欲望挺强烈呀，
们的努力仍在继续。来，点，爬爬溜，应该。跳伞可以。这没打着。狠狠的打！我们不是武器，我们是人类。我点你！哦，闪现！打不溜！点你！偷点钱！发动设备升级，即是进步之道。你很皮，皮不皮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我很无敌。飞一个鸟来，这螳螂估计够呛。真正的使命，让女警下当了，下当700块。哎呦，这还得了？给你打吧妞，干嘛上线的狙啊？哎呀，疼疼疼疼疼！有加血，没事。好痛啊！希望凯隐这波不要来啊！先飞个鸟，哪来个羊？天！凯也没来，山羊来了，上路这就没压住，你知道吧？传送了一波，这个眼儿传的。刚才我就在想，你说我飞个鸟，我怎么能看见那个？哎，我们直接往上踩呀、啊！这什么伤害？哎呀，这虚区有点问题呀、啊！啊、哦！我中女警的抠了，我说的嘛。我寻思我踩，让防御塔打他，你知道吗？踩上去给我踩死了！哎呀，算了，一会儿再排吧。这波排了容易出事儿。等我们先升个六。
射一箭，射到鱿鱼了。W查眼儿，点点，别往墙那边靠啊！点点 W 点点，致命点了，点嘟嘟嘟嘟嘟嘟 W 600块，回家了，1400，差点钱，哎，正好够，回家了。你要玩个泰坦，能让奥恩给单杀了，你就别玩那英雄了，行不行，兄弟？咱就别玩那泰坦这种东西了，反正这玩了也没什么用。我们上去给奥恩搓搓背。勾点点麻不留点点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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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把眼儿插了，哎，去中啊，去中也行，这女警真也不到，也不到凶什么，你说有什么好凶的呢？别被吹啊，我们直接走。八八六查眼儿，射闪现啊，穿我身体了，帝国指令，不找闪，嗯，凯爷也闪了，没关系，爬吧溜。再打吧，妞！我的天哪，有点难玩啊！对面女警好凶啊！直接射一箭，女警上来凶，来上凶凶凶凶凶凶，对，勾的，八八六，再八八六。
把龙打了。我们中路插个眼儿，然后这个位置插个眼儿，这个位置插个真眼儿，这样龙我们就能必拿了啊！右边视野给他布满，没人啊，旁边没人。回家了，刀锋可能走不了了。记忆让我们成为人类。打团战啊！你这是不好打的，兄弟。这直接开，俺们家这后排没人保啊！少人别上啊！泰坦上去干嘛呀？你是？你看，刀锋值钱了。猴哥辅助太拉了吧，那泰坦拦都拦不住，那上去就勾人，然后你说我辅助拉，兄弟，俺们家战绩最好的也就是这 AD 了吧。奥恩不好杀呀，杀鱿鱼啊，亚索来，来个 W 呢，哎，这回你走不了了吧，可以中推。后边给他插上眼啊，别让凯隐掏我们家屁股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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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螳螂升级，再团，就完事了呗。没事，追不上了。我们不是武器。给个 W 六。有我在，他们推不了，没事儿。让我们看一看，飞吧！打吧溜。不上了，走啊！这塔就一丝血，还上什么玩意儿呢？哇、哦！哎呀哈！螳螂又没在，不应该打的呀！凯隐来了。你要能把这凯隐杀了还行，哎，漂亮，还剩个鱿鱼，有闪没有？闪现掏他呀！那螳螂干啥呢？画圈呢？
跟我俩在那画蒙娜丽莎呢，是不是？哎，小龙，小龙，武装起来！正在查询地区，全力运作。我给你飞一个鸟，看看对面来没来人啊。别着急。没关系，团啊，亚索一人进野区，那能行吗？来来来来来，这得团了，兄弟们，中。飞鸟查眼接 W， 亚索死了不用怕，羊来就羊来，无所谓，把夹踩了 ，nice， 打大龙，我这有魔切的这个爱色，正在渲染飞行轨迹，打吧扔，他送回家了。不动我也没办法。我决定再出两件装备，一出个黑切，二我们出个繁星的提醒，有穿甲，有移动速度，还有团队，还能跑得快，还有攻速，嗯，好勾，打滑溜来，停留，再打滑溜，打滑溜，飞鸟，打滑溜，哎呀，好痛。你点这么抓啊？点啥吧溜？你打泰坦，致命点烟，死飞鸟，啥吧溜？中，啥吧溜？点一下，接平 A， 给我挡一个，啥吧溜？啥吧溜？点，点，点，啥吧溜？还有反甲不点了，哇抓扣。行吧，挖抓扣。螳螂点了，打了两个字漂亮。我不知道漂亮啊。这波不上的鱿鱼有可能有大。给他们飞完鸟，自生自灭吧。打吧溜，查眼，再打吧溜，提一手，再打吧溜，飞个鸟，来打吧溜，走了，别让女警给我们狙了，查眼，打吧溜，预判，哎呀！这都没中，我简直是服了！哎，这都没中，我天哪，差0.1秒，我感觉我能大着。八八六，八八六，飞鸟，八八六，
蛤蟆呢？蛤蟆呢？啥呀？蛤蟆呢？蛤蟆呢？走位，走位。蛤蟆溜闪现平 A 平 A 飞鸟蛤蟆溜点点嘟嘟嘟蛤蟆溜跟我打，就你叫打野呀？听说你叫秒我，把高地推了。红有没有？有红，把红打了。这你不打红，你去打鸡。一会儿凯野来了，我死了，我跟你说。我溜了啊。还闪个六啊。咋还闪个锤子啊？这有什么好闪的？源代码引人耳目。正在进入敌方，直接把对面人给他拦住，拦到了夜刃之风上，我也是佛了。八八六 ADC 别死，漂亮，点点八八六点嘟嘟嘟，纳什男爵打了呗，你们打我拆下，我把下路一塔拔了，一塔还没掉呢。丢人呢，这大龙肯定是有了。水银四袋没用，击飞解不了，你还不如出个沙漏的呢。识别目标，自由属于我们。送，向前刺探。什么糊了？别上头，别上头！让我们看一看。哎，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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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凯也疯了。别上头啊，推边路啊。他没抠着就算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以我们的优势可以接受，不会被一波，应该
关系，他们一波不了的，没有兵线。这里有个眼儿，我们可以小龙来一波。我们的意志强过他们的钢铁。把屁股后边的眼儿啊，给它做好，往屁股后边做。来呀、啊！给我打，打法溜，好，好够！打法溜，点点闪现，打法溜，让他杀我，刀锋给我报仇！那疯狗啊！给我杀！漂亮！那 AD 不杀，杀辅助，像有精神病似的。我们的黑切没买出来，